在北京，的博览会上见到你，见到你的作品，我觉得是一种缘分，然后从那个天开始呢，我们到现在有两个月的时间，那今天呢，就是，终于把我喜欢的你的作品，能呈现在了上海，在这个展会上，那我觉得是跟你，跟所有的参与的你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我们。在北京，在上海，所有的人，的努力是分不开的。那其实呢，都是为了能够让你的作品能够有更多的人去分享，分享你的快乐，分享你的智慧，分享你的创作激情，很感谢你，那个给我们带来这么，好的作品，这么快乐的，作品，Happy Birthday。